这些食物的养生功效你知道吗？一、芋头，吃芋头相当于注射免疫球蛋白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。口中津液长生，抗动脉硬化，降低血糖，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，服之有增强体质、延缓衰老之功效。三、黑木耳，治肺炎，治心脑血管病，调节血液粘稠度，能化血液，轻身强记，脑动脉粥样斑块。四、绿茶，抗癌，并可补充钾元素，增加血管的柔韧度。五、要多吃五谷杂粮，玉米、麦、燕麦、小米，有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。六、马铃薯，恐怕你我都想不到它竟然有吸脂的作用。七、番茄，抗癌，不过要和鸡蛋炒才能生成抗癌物质哦。八、揉眼，自寻手部柔软的部位，揉按眼睛、眼眶四周，促进眼周血液循环，可明目、醒脑，还兼具美容作用。这些养生的生活好习惯，赶紧记下了一：保护洗头，恶不洗澡，冷水洗脸，美容保健，汗水莫落，冷水莫浇，温水刷牙，防敏不迟。二、吃米带糠，吃菜带帮。男不离酒，女不离藕，青红萝卜生克属补，食不过饱，饱不及卧。三、养生在动，养心在静，心不清，思虑旺盛，心神安宁，病从何生，闭目养神，静心意志。四、补食补，莫忘心补，以财为草，以身为宝，烟熏火燎，不吃为好，油炸烟泡，少吃为妙。五、食伏常温，一体皆春，冷勿冰食，热勿灼唇，勿熟食食，水沸食饮。六、多食果菜，少食肉类，饮食有节，起居有时，头不宜冷，足不宜热，知足常乐，无求常安。七、养生在勤，养心在静。八、人到老年必须锻炼，散步慢跑，练拳舞剑，莫怕严寒，清扫庭院，绘画天趣，心胸广宽。九、闻鸡起舞，床不可贪，种花养鸟，习书懒篇，一起畅信，房事莫贪，私事勿念，便宜勿占。十、活动身体，贵在经常，心情舒畅，长寿健康。遇事勿怒，劳务过偏，茶水勿浓，学习勿念。十一、饮食勿暴，少吃晚餐，吃饭勿余，切勿吸烟，低盐低糖，勿食太咸，少吃脂肪，饭莫过量。
三餐调剂适当，蔬菜水果多吃无妨，按时入睡，定时起床，起身要慢，勿急勿慌。13饮酒勿过，名利勿钻，嫌弃勿生，胸怀要宽。14心无病，防为早，心理健康，身体好，心平衡，要知晓，情绪稳定，疾病少。15练身体，动与静，弹性生活见心妙，要食养，八分饱，脏腑轻松自疏导。16人生气，易衰老，适当宣泄人欢笑，品书画，息边调，选择爱好自由挑。17动脑筋，不疲劳，思睡养心少热闹，有规律健身好，正常生活要协调。18常搓手，可健脑，防止冻疮和感冒。19夏不睡时，秋不睡板，春不露脐，冬不蒙头，白天多动，夜里少梦。20睡前洗脚，胜吃不药，晚上开窗，一觉都香，贪凉湿盖，不病才怪。21早睡早起，怡神爽气，贪房贪睡，天病减碎。22熬夜进补，不如早早床上打呼噜。23夜里磨牙，肚里虫爬。24枕头不选对，越睡人越累，先睡心后睡人，睡觉睡出大美人。25头对风，暖烘烘，脚对风，晴郎中。26睡觉莫睡相，醉读穿堂风。27睡觉不点灯，早起头不晕。28要想睡得人轻松，切莫脚朝西来头朝东。